小林，你过年不回家啊？要啊，我要等我爸来接我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没跟你爸，你这豺狼，我准备等你偷到这多钱，我才会跟你干死是吧？我不想要这么苦苦想啊！你来接我好不好？你去找你爸啦，看他怎么在你面前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放我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死神少女东森戏剧40台。